王子单身吗？威廉大赫16日出席公益活动，聊到日前又合体的棒棒糖，还有两位没结婚，结果他突然语出惊人：真的，大家都要争取钱钱吗？大家都有这个希望，算一算，这样子大概差5岁，5岁应该不会太夸张，我们可以接受啊。问题是阿伟能不能接受？就是我们的团员们，大家目前都生的是男生，那只有他是女生，所以而且他是大姐，对啊，所以其实蛮有趣的。想要跟那个阿伟当亲家？当然不是跟阿伟，是跟他的老婆。跟阿伟有什么毛关系？阿伟就是我的团员，当然我们就看得到是一个背后了。对，我们希望让小孩子有一个未来很好的道路，就是我们希望他小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理财的观念。那个棒棒糖在合体的时候，好像还有两位是单身吗？你说两位是不是？王子单身吗？妈，我不知道。小杰是我觉得蛮单很惨的。那王子应该也是单身啦，对啊，因为我们这几次聚会也没有看过他带女伴来。可能吧，但还是都有被你们拍到，不是吗？追一下。王子表示。